气。主人，我叫小姐，欢迎您回来。各位同学、跟评审，还有荧幕面前的你，大家好。接下来是我们日本清景泽王子大饭店的成果发表会的报告。我们指导老师为林心怡教授。以下是目录。王子饭店呢为西武集团的核心公司，日本清景王子大饭店呢为地理位置为北九州郡的清景泽。实习部门介绍：西馆 Westo 实习学生有我以及我的好伙伴陈建达。西馆的主要客群为中国以及外国旅客，我们提供不只是住宿以及餐食的服务，我们还有提供会议厅的租借以及大型活动的场所的租借。以上的工作内容分为以上四点：心仪记录处以及玄关、夜勤业务。之后详细工作内容介绍呢，我们影片会在大家做提及。那接下来是东莞的介绍。东莞实习生是原山夏美。那东莞的工作内容大致为以上四点。那除了以上四点的工作内容之外，夏美由于她的中文很好，所以很常担任日本同事及中文顾客之间的沟通桥梁。那再来是 Zaprince。Zaprince 的实习生是我。那 Zaprince 比较偏向一对一的服务。那工作内容大致为以上五点。那经过这两个月的实习下来，我们将所学习及成长的东西归纳成 KSAO。那在还没有到日本饭店工作之前，我们都有先在学校做一些饭店基本的资讯的学习，以及日本文化礼仪的学习。那到日本饭店工作之后，由于需要长期的站立并与顾客及同事之间交谈，因此有助于提升我们的语言及社交的能力。那由于我们四个人都是在大厅里面工作，因此必须要眼观四面，耳听八方。需要随时注意周边的状况。那经过这两个月的实习下来，我们学习到的不仅只有饭店服务相关的内容，也学习到了社交、饮食、文化，甚至是管理上种种的知识，让我们拥有了很不一样的实习经验。那接下来我们有制作一个实习的小短片，欢迎大家一起来欣赏。上页，上页，这个的上页，资料夹上页。直接关掉就好了，再按一次，直接关掉，然后直接关掉。工作内容。这个工作场所呢为玄关，我们工作内容大致分为心仪置物处以及玄关。现在它的主要工作是指引客车流的方向。现在大家看到的地方是行李置物处，想要寄放行李呢，要必须要填写行李寄物单。再来是东莞的介绍。由于滑雪场就在东莞的旁边呢，所以东莞的全体清理居住处主要就会在处理关于滑雪相关的事务。那接下来是 Zaprince 的介绍。那
当客人一进入杂披萨大厅里，我们首先会为客人送上迎宾饮料以及热毛巾，让客人消除一天的疲劳，之后再将他们带入至房间里做休息。お嬢様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もいもい、キュー。